南北狭长的花莲是全国面积最大的县市，苏花改通车后大幅缩短花莲对外的交通时间，也带入更多车潮以及人潮。为了建构符合在地特性的 ITS， 花莲县政府积极推动长达三年的各项交通计划。从这个徐正伟县长上任以来，那非常重视这个有关于智慧城市整个智慧相关的政策的推动，所以在这个有关于交通运输这一块，那我们也朝向目前现今的这个时代的趋势，那推动这个有关于智慧运输跟智慧交通的相关的政策。那在中央呢，推动这个所谓的 ITS 计划， ITS 它就是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它就是这个所谓的智慧运输系统。那这个在目前台湾跟全世界来讲，都是正在推动的重要的政策。那在我们这个整体推动智慧运输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架构底下，包含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交控的系统，它的智慧化，我们从108年开始，那逐步提了相关的 ITS 的计划，向中央争取了预算来办理所谓的这个目前耗资的相关的这个履历的建制，以及我们会装设一些侦测车流的一个相关的系统，来收集这个交通的这个资讯，来做大数据的分析。在这样的一个推动情况底下，目的呢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市区比较重要的这个区域的这个耗资的实质来做重整。那实质重整之后，我们可以提升我们车流运行的这样的一个速率。那常常在这个市区里面，遇到这个尖峰时段就塞车停滞，那大家在路上停等的时间呢，我们希望让它缩短。所以我们在整体来说，去做这个相关的设施建制以及这个耗资的实质的重整，那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在后续推出一个也就是所谓的交控中心。那目前呢，我们几个比较重要的做法，大概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连结假日的这个拦截圈，尤其是花莲市区的这个出入的地点呢，做一个交通的拦截。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实质，它可以透过云端的运算，以及我们收集到的这个车流的这个资讯去做一些微调，那做一些调整呢，以把这个车流呢拦截在这个我们的主要的这个拦截圈以外，让市区不会塞车，这个是一个目的。那再来就是在平日我们尖峰时段，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智慧运算，把我们的这个耗资的这样的一个管制的实质经过重整之后，那再透过智慧的这个云端运算，它可以去做一些微调。譬如说在这个时段车流特别多，某条路车流特别多，所以在这个路口我们让这个路段这条路上面的车辆的放行时间长一点，让这个管制时间就不要那么长，那就可以有效的疏解这个拥挤的一个状况。我们去统计了这样的一个分析，大概有提升了30%到50%，缩短了这个停等的时间，那行车的速率呢也提高到这个比原本的速率快，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推动整个 ITS 在重整建制我们整个交控系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果。好，我想这个刚所提到的这些我们在智慧运输上面推动的这个架构底下，除了这个智慧这个交控系统对民众的行车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减少停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以外，我想在智慧停车部分，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推动的一个重点。那在这个公共运输的部分，我们除了这个积极的在这个去年我们7月开始开通了我们这个花莲转运站，提供了很多的这个便民的服务。那另外呢，我们也推动这个 MaaS 服务，这个它就是结合了这个我们旅游观光食宿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结合的一个虚拟化的，从网络上跟实体的一个相关的结合。那再来就是推动这个偏乡的公共运输，我们在这个偏乡地区，推动幸福巴士这个2.0，
让这个偏乡的民众可以去解决这个交通不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推动整个智慧交通这个智慧运输所对乡亲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停车问题向来是访花旅客以及花莲市日常最头痛的问题。花莲县政府完成花莲智慧交通整合管理系统，交通大数据加值应用，交通设施与耗制设备履历系统，以及 LINE BOT 停车导引系统，提供即时交通资讯、公共运输监控、停车资讯监视、塞车警报触发等服务。有关于在这个智慧停车的部分，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整个花莲市区大概路边停车格有将近1000格左右，那这个路边停车格呢，我们从这个去年开始陆陆续续我们装设的这个地址，那这个地址的功用呢，它就是侦测这个格子目前有没有车辆在停在这个格子上面。那另外呢，我们也跟路外的停车场，我们市区周边的这些停车场，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云端的这样连结，就是让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民众可以直接透过我们开发的这个花莲交通1.通，那可以直接去查询目前这个停车场，还有路边停车格，它还有没有空位。那我们在这个路边停车格的部分，我们在重要的路口设置了这个 CMS 的可辨识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萤幕，让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路段它路边还有没有停车格空位，那路外停车场哪里有这个有多少的停车空位。这个方式就是让民众可以一下子就取得这个停车资讯。那我们有去统计我们这样的一个市政成果，民众平均在搜寻这个停车格的这个时间缩短了8%到10%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停车格的这个路边停车格的周转率呢也增加了20%，就不会有这个像过去这么难找车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停车智慧化的部分所做的相关的成果。花莲转运站创新服务，3、2、1，请启动。花莲转运站全国第一，花莲我来了，花莲站在。在节能与共享经济趋势的推波，即使目前花莲的公车客运使用率不高，县政府仍持续改善公共运质，以优质的智慧服务吸引大众使用。花莲转运站的部分，我们在去年的7月1号，整个花莲转运站正式营运。在转运站营运之后，我们其实推出了很多的相关的一些便民的政策，包含这个我们大家在转运站里面最大家都最了解的就是所谓的空手观光。那这个空手观光呢，可以让我们人跟行李分离。这个行李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透过转运站帮你送到你要的这个饭店。所以这个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到花莲转运站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在转运站就直接 check in， 你就可以直接开始我们到市区去逛，甚至租车我们就开始游程。那这个是转运站推出的一些相关的便民的服务，那包含还有我们这个有设置的这个即时的这个任意门，这个即时影像呢，你可以直接透过这个任意门看到你现在想要去的一些景点，譬如说赤科山、太鲁阁目前的天气状况，那一些重要景点它的现在的那边的情形，那让你可以有一个心理准备。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些便民的一些措施啦，包含一些寄物等等的，这都变得非常的方便。那在转运站推动之后，那我想接着下一步我们就是要推动所谓的 MaaS。 那 MaaS 计划呢，其实它是结合运输结合交通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建制，在这个 MaaS 系统上面，那观光客他可以透过这个系统直接看到各种的交通资讯。那
甚至我们在系统上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些结合各种不同运具的交通资讯的一些流程的安排，让这个对花莲不熟悉的观光客，他可以很快的进入整个状这个要来花莲旅游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包含这个，我们甚至要买这个交通票券哈，或者是要买这个不同运具的交通票券，我们也可以透过 MAS 的平台去来直接去购买。那另外呢，我们也会把这些好我们这个商店好也纳进来。那甚至就像我讲的，到未来哈，我甚至我可以来花莲旅游，我的交通这个票券解决了，游程我也安排好了，然后我还要去哪几家著名的商店哈，有名的小吃店，或者是在当地做一些消费，我直接就在上面直接买了以后，我取得这个 QR code， 我直接去扫扣，到店里面去扫扣，我就拿到我要的东西。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便利的一个措施啊。这个目前呢，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平台系统推出来了。当然，后续还有很多地方必须要去再做精进，甚至要再更优化这样的一个系统平台措施。这都是我们现在在目前推动，透过花莲转运站，它作为一个核心的出发点，带动各项周边的，包含运输。还有观光以及这个食宿来到花莲旅客，很方便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的整个这样一个效益，就是我们最主要推动这样的一个目标。花莲县政府根据每个乡镇的地景人文，分别建制一座具有地方特色的创新地景剪影智慧站牌与候车亭，更获邀于德国汉堡举办的世界智慧运输大展上的发表成果，在世人眼前呈现花莲的独特风貌。过去我们传统式的站牌，它都是那种很简陋的，那上面的这个乘车的资讯可能就一张纸贴在上面。那这个部分现在呢，我们在这一次跟从去年开始跟中央争取相关的经费来建置我们的智慧站牌，除了它有这个乘车的资讯，那整个站牌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呢，我们也设计的符合花莲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景的状况，还有花莲的特性。那我们是以这个太阳的故乡，我用剪影的方式去设计我们直立式的这样的一个站牌。那当然呢，这个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形式的是用这个太阳能的这个电子纸的方式的这个智慧站牌。那在这个几种不同形式的智慧站牌的这个设置呢，目前呢，我们大概会在今年逐步完成大概有400座的这个智慧站牌的设置。那有一些呢，我们会配合这个候车亭去设置面板式的这个智慧站牌，那把这个整个候车亭的相关的服务那这个不是只有这个我们候车的资讯以外，我们当然还有其他的观光资讯也可以显示在这个候车亭里面。那这个都是这个整体运输跟观光互相结合的一个重点。那我们的站牌呢，我们很贴心的设计的有五种语言我们除了有中文、繁体、简体，那有日文、英文、韩文那有五种语言它轮流播放。那车辆所显示的这个资讯不是只有静态的，它有动态的我可以知道下班车它有多久会来。那这个资讯呢，当然我们也是透过了这个交通部目前所建置的这个TDX 就是它汇整了这个我们所有客运，我们所有这个市区公车上面的这个车机系统所回传到它这个公路总局，它有设置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呢，会知道每一个车辆的动态的行驶状况。那我们的这个智慧站牌呢，都会去截取这个目前这个客运班次。这个是就是我们最主要达到这个智慧化、智慧站牌的一个各项的一个目的。